没道理啊。我想想看哦，我要盖一个这个。然后我喜欢第一个德鲁伊第一个天赋，就是因为他的魔法很屌，又能吹又能电，超棒耶。感觉很耗时间，没有，很打发时间。这游戏很打发时间。那后面其实理论上都是盖这只德鲁伊的第二阶段，因为它是主动技能，你 CD 好就是点下去就好，不像银行这些东西是你要等回合结束之后才会跳一支钱。那我看一下地西哪一间房哦，有没有开台房啊？忘记了。好了，我在开台房了。然后应该又是三回合过的事情。我觉得是那个谁进的网络不好吗？因为我跟吴缺玩也不会这么卡，还是因为我开台玩啊。没有发言权限，那我们去楼上，那我们去我的房间。Hello。喂，我是会卡啦，干，是不是就你呀、啊？我昨天跟小林他们玩到我断线了，那一定是你呀、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上来 DC 了，北虎啊，伤害造成了。哎，无缺，你的银行会盖到很多吗？还是你都也都盖德鲁伊？德鲁伊居多啊。嗯，对啊，那我没有记错。你觉得我们撑得到第几轮呢？我算一下，80应该叫我就危险了。我存到90000块、欸，天哪！你看德鲁伊盖多一点啊，一次就跳很多了。我在努力了，我要享受那个手酸领钱领到手抽筋的感觉。
那一排，我的图钉好像很碍事的样子。你图钉还好啦。我在想下面那只直升机是不是在挂机？那谁家的直升机？哦，他在挂机啊。完了，德鲁伊开始抢人头了。你看那个闪电，那个闪电球真的很爽哎，它持续电的。然后这游戏玩到后面，你会发现你滑鼠不见。嘿，昨天就是这样，我们都在说，我的滑鼠去哪了？对啊。哎，按多少？来不及，两万一来不及。还有6万块。应该也要可以帮队友升角色才对啊，可是他是怕升错能力，升错吗？可以陷害队友吗？像大富翁一样，把人家盖公园那样。差1万，可是我锅子刚用过，先给你啊。我给你钱了。哎、欸，谁给谁勾哎？身体都给谁勾？算了。感谢八楼，应该是八楼吧？他不是一次勾三个进来吗？对啊，可是只有他可以勾大海吧？对啊，我还没勾过紫色的哎、欸。紫色的要到海盗王，是海盗王吗？啊，海盗王还可以勾。开台玩这游戏也是因为我玩一玩会玩到发呆，然后就没有讲话，然后会完全忘记自己在开台。紫色不能勾、哦，
啊，就一百的，一百的不能勾啊。哦，难怪我勾不起。这个绿的可以。绿好像提前，绿的不知道是用几个钩子，绿的好像是用三个钩子去勾的。对啊，绿的我勾过啊。所以要么勾一个绿的，或者是三个红的。这个右下的巫师猴谁的啊？怎么不升亡灵？哦，把我带走。是说精灵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我的。你升一下亡灵啊，很好用哎、欸。你是哪个？右下最右下的。我精灵王。我精灵王。是王还是那个黑暗王子？黑暗王子。对啊。黑暗王子。很爽。我那个 XP 不够。不是啊，你先升那个啦，你再往上升一个就好了。他没点开吧？你亡灵法师还没有，你好，你还没有。哦，我那个 SP 不够啊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好吧。对啊。嫩。我点了最下面两个。嫩。那我昨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凤凰出来？哦，你是点火的。火的比较诱人。帅啊！他、啊、火的比较吸引人的、啊，好了，是点火，超级暴风出来了，我可以把飞船吹走了。下去。嗯？怎样？直升机断讯了，它还是可以攻击的。嗯，就很奇怪啊，一点都不专心呢、欸，直升机。你看，我把大的吹走了，超好玩。所以我突然发现，我超爱那个德鲁伊的第一阶段。好用。这个放在门口，请问哪只气球过的？哪一个放门口？那个德鲁伊啊，风暴德鲁伊。哦，对啊，很爽哎、欸！好爽、喔！而且他是被推到之后一定会回去。对啊，被推到之后一定会回去。所以说，我昨天不是在被挨打的。我昨天就是这一只在搭那个黑暗王子，我守到超后面的，你看就吹走了。所以之后我的直升机是改成第一个点到满，然后反而第二个我就没有什么点了，因为那个谁。德鲁一定打得到那个迷彩，都找了，吓死！我现在是直升机剩第一个，最后的还没开。强制劝退耶！
我刚没看黑色有没有吹走哎、欸，你刚有看到吗？有，黑色 有。可是黑色太快了，你吹回去它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啊，慢一点，我控制没有，好了。还有一条，这才没办法。可以爆他吗？哎、欸，红的被打爆了，也在往后退。会，红的跟蓝的一定会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打到那个绿的，然后绿的被吹走了。绿的也有。绿的也有啊。哇，那我要这边盖个加攻速的。这边说绿的在后退了，然后它爆掉了，变成红色的，红色的也在往后退啊，红色爆掉了，那个蓝色的也在往后退。太多了，哦，三掉三台，你继续吹，可以继续吹，哈哈，过不来了，我缓一下，好爽。工资还没好，好了，三台给我回来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怎么去了。好满啊！变好绿呀、啊！吹走也那么慢，天啊！我的黑暗丸子要出来了，再撑一下。有啊，上面就一只了。你放了、哦？不是啊，没有、啊、那个小的而已。哦，奥林法斯而已。怎样？红色飞船被吹太外面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在勾住勾多久？十一刀好了，可以再勾一次了。这勾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海路，那个班杰米的海路可以当闪击方便哦。所以我时不时都会开一下。啊、你说有个气球有钱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啊。都没用哎、欸，可是就只有那段时间出生的那十秒出生那会被哦。完了，没有啊，没事啊，完了。左下角刚刚有一个穿过去了，好，好乱啊，还好啦，我看一下要点什么，降低层。闪电球造成好的热动决定了。在组队模式下给予10万块现金，有的。组队模式建立。还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不要专家好了。
中等。我要贴在哪？我贴919。见。耶、yeah, ！我在做些很机密的。见。谁呀、啊？谁落麦啊？啊，是我啊。对呀、啊，是我啊，所以我干掉了，我忘记按。嗯，哇，不会吧？欸、这三个都在香港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是会爆掉。对，被霸凌了。你会被霸凌了。我出国了，可以的啦。我觉得姓名比较危险的。哎、欸，但我自己玩很好哎、欸，我网路。不是啊，我一个台湾人开房还开台、欸。啊、中间你漏麦了啦！漏麦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我又正在加载啦！哇、哦，都是你啦！是不是不合啊？哎，是你啦！不喜欢我啦！你放弃啦！哦，我恨我的王。那我昨天玩也没事啊。所以我说我跟你不合啊。我可以这样子，都放了吗？放了，可以的。为什么看你一开始有16553块啊？谁呀、啊？西米啊？哎、欸，爸爸，这个西米怎么这么多钱？我看是你。